现在我们又可以开始选自己喜欢的口味了。奇异，他叫奇异，奇异，奇异博士。哎呦 ，Substance。奇异，我是反收音机，我是什么？葡萄园，葡萄园，葡萄园。哎呦，那你的嘞？香吉士。哦，这个都是就是水果做原创嘛，检测一下。葡萄园，葡萄园。半杯，半杯，半杯。标记，标记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哦。那这个你是后面喝得到，这是什么酒？它里面是蓝莓酒花。哦，喝下去很香，重点是它那个酒味是让你感觉得到，但你不会觉得呛，就是喝下去你可能会觉得那种太猛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主要都是葡萄果汁的那个香气。啊，对，不错哟。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可以，对，不行。好清爽啊。好的。感觉有点坏掉。好吧，你是醉了。没有。香吉士，香吉士，香吉士，香吉士。对。哎呀。好喝耶，这果汁，这是果汁。嗯，一二三，哈哈哈哈哈，什么时候有米粉汤啊？啊啊啊喝酒这样好吗？也蛮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没有，要不要自己口加我在这里？你还是你把酒倒进去整碗吃掉？不要。你回家不会落腮哦，我跟你信。也是好搭，你好会挑哦。嗯，好，我也很想吃一样，我也很一样哎，一样，葡萄园厉害，葡萄园，葡萄园，葡萄园，在西雅丽，哈哈，葡萄园二，召唤卡，老师开了，我觉得你好漂亮，哈哈，这么觉得，你是喝醉，暖胃，喝酒不伤胃，喝酒配玉米浓汤，舒服，好棒，干了，准备，一个一个来喽，米台奇异，奇异米台，奇异野条，奇异野条。哈哈哈哈游戏规则是要吃完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，老木了！葡萄园二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不要忘了。你还有一瓶浓汤可以配啦。酱油超甜，我劝你一口，会分段位的。怎么进去？进去就对了。对。你金刚狼哦。好有画面，蛮好喝的，不错不错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米粉汤。三个人相依为命。那我先进下一个啊。